由马来西亚旅游局举办 Malaysia Tourism Hong 2013于较早前在南马一带展开一星期的旅游寻宝之旅，约有8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赛者参与此项活动，其中包括了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、文莱、新加坡及马来西亚。行程的起点是从布特拉再也到雪邦国际方程式赛车场、波德申、马六甲古城、柔佛莫、旺、努萨加亚、金山，最后再返回布特拉再也的终点站。这6天5夜的旅游竞赛行程约有1000公里，活动的宗旨是为了推广在马来西亚飞航及驾驶的旅游概念。通过此项活动，可以让海内外的媒体们一路上体验在马来西亚的当地生活，了解当地的历史传奇、传统文化，还可以一睹马来西亚沿路上的大自然奇迹。与此同时， Spotlight TV 派出了3位 Your Traveler 真人秀旅游节目内的嘉宾们一同参与此项竞赛，而我们参与的目的不在于赢取奖金奖品，而是希望通过画面可以带领大家发掘更多当地的人事物。行程的第一天，咱们来到了布特拉再也登记后，接下来首要做的事就是试驾环节，而我们将在雪邦国际方程式赛车场的跑道上进行。雪邦赛道以其漂亮的赛车道、维修站、媒体中心和主看台而著名，其承办的主要赛事包括一级方程式赛车马来西亚大奖赛、 A1 大奖赛和世界摩托锦标赛马来西亚大奖赛等等。主要赛道都是以顺时方针进行比赛，全长约为 5.54 公里，以大弯道和宽直道著名。它的赛道布局也很不寻常，有一个非常长非常紧的巴卡弯。此外，雪邦赛道还可以以另外的方式举行比赛，主赛道的北半部能够独立使用顺时针方向，全长 2.71 公里，它的南半部同样能够单独举行比赛，顺时针方向，全长 2.61 公里。完成了驾驶环节，咱们来到了布特拉再也的马术公园。马术公园坐落在布城的第五区，建立在约有70英苗悠悠冲冲草木苍生的绿色地带，在这具有吸引力的位置，可以体验新城市与大自然互相烟影的美丽情景。这里拥有完善的设施和空间，以满足各项活动的需求，无论是研讨会、商务会议、婚礼、马术竞赛、马球比赛、私人或企业的活动，工作人员将给予最好的规划。无论你是狂热的骑士或是一般的游客，都可以到布特拉再也马术公园来参观或体验骑马的乐趣，收费从每45分钟20至70令吉左右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专属的骑术学校，有专业提供私人的骑术教学，每周2次，课程有分不同的等级，收费大约380令吉至500令吉左右。有马场的地方就一定有马厩，这里马厩有着多批不同品种的骏马，有些适合马术或马球竞赛专用，有些则是用于一般的骑士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一些客户专属的私人骏马，会有专员们给予适当的呵护及照料，时时保持周围的干净，为每一匹马洗澡，给予均衡的饮食及探测每一匹马的健康状态。如果您来到布城，不妨到马术公园来体验这里的乐趣吧。虽说布特拉再也是马来西亚的行政区域，但这里隐藏着很多美丽大自然的奇迹、休闲旅游设施及结合文化艺术特殊的新建筑物等等。如果您到吉隆坡来观光，何不将布城这一站规划进您的行程内呢？ Spotlight TV 现场采访报道。